非常强劲的滚地球穿越一垒防线形成安打。邱丹把握住机会，从蔡启哲手中打出这场比赛他个人第一支安打。一垒方向，一垒手接球之后转身传向二垒，再传向一垒 ，out 出局。哦，这个角度应该就可以还原真相。但接下来还是要等待小房间的一个最终判决结果，真相就一个 ，safe 挑战成功，节奏都还是蛮明快的。打进了场内，二垒手扑下去没有办法拦截，又出现了一支安打。现在洪军绕过了二垒之后呢，手刀冲刺抵达三垒。林耀煌，哦，把握住机会，这个时候在第三打席敲出安打，来，这一棒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来看落点，落在了山不管地带形成安打。三垒上的跑者严宏军回到本垒，攻下乐天桃园的第一分。钟玉成敲出一个 lucky hit， 带一分的打点。当时喊打给江坤宇吗？对。有没有打给江坤宇？江坤宇只能做个假动作。哇，真的是打江坤的方向，但是现在要带有打点了。林宏玉代打建功，敲出了一个中间方向的一个落点巧妙的安打，打击出去，在中右外野方向的大空档落地，可能要来清垒了。现在第三分回来，第四分有没有机会回来呢？现在绕过了三垒之后，冯建廷代跑，也是连续跑过了三个垒包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马杰森兰打带有两分的打点，双方4-4回到原点。这棒带起来非常扎实，非常的深远，一去不回头。哇，子豪炸裂，世界名曲响起来，从陈冠宇的手中打出了右半边的一个阳春全打，帮助中信兄弟再把领先要了回来，5-4。从其实春训的时候，陈子豪就是平野总教练非常期待的一名打者，即便去年有低潮，但是他的力量啊，他的选球让平野总教练在自办热身赛的时候把他排在第二棒，希望能够担任这种强力二棒的角色。不过即便有些低潮，但这个全垒打就展现出为什么教练团对他有期待、啊、哇，这飞得有够深远哦。捕手又蹲到内角来，两好三坏，擦到了界内要来拼速度，三手接球之后没有机会来做传球了。哇，形成一个落点非常巧妙的内野安打，林志平代打还是有建功，现在护送队友，让桃园队的攻势攻占到了满垒。余德龙也来到35岁，六月要满36岁。这棒打接出去，在中左外野方向落地斜转打，桃园队的追平飞扬回来，现在看看超前分有没有机会回来，超前分也回来。哦，大谷德龙这个时候一棒建功，这棒打左半边，越过了三垒手上空行传打，现在赶快跑，杨祥和绕过了三垒之后，头也不回，过站不停，要回到本垒，双方再度回到了原点。哇，陈子豪落点非常巧妙的一个算是车步边的长打，再度建功。哦，陈子豪今天手感慢慢的烫起来啊。三个坏球，这球打进出去，在右半边，说再见了 ，say goodbye。这个时候右外已经放弃了，所以陈子豪越过了三垒之后，回到本垒，攻下中信兄弟的再见分。黄君生打出了再见安打，中场7-6，来击败你的逆转哦，7-6，一分之差击败了乐天桃园，拿下了这场官办热身赛的胜利啊。